哎，赶快写啊！啊、哦，我们有时间跟你讲话。地名了解，然后动词。来，笔记拿过来啊。我们把我们今天下午所谈的那个问题呢，哈，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角度，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吧，再做个说明。我现在有两个硬币一致，而且我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两个硬币到底是相同还是不同，我没有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然，我问说，两个硬币丢下去嘛，出现一正面一反面的几率，我相信同学都知道这几率是多少。我们知道吧？这几率是多少？1/2，2/2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看两种情况哦。第一种情况，仔细听哦，如果你把硬币你把它看成是相异，来第二种情况，这两个硬币你把它看成是相同，刚才是吴雅云在那发生什么事？我声音有时候红晕。吴雅云怎么了？他只是还没有治疗，他终于恢复了，他还是有机会的，没有？他忘记吃药，忘记吃药。好。还有，如果今天、你把两个硬币当成是相异的话，它样本空间的结构会是长什么样子？两个硬币如果相异的话，样本空间，我想同学不会陌生。好。正好，那可能正反，那反正，还有最后一个是反反哈。OK， 那如果硬币相同哦，我们观察它出现正反面的情况，这时候我们样本空间的结构有多少啊？来，你这时候看到的可能是什么？如果两个硬币是一样的话。你两个硬币往地上丢，你看到的可能是两个是正面，好，出现两个正面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正面，一个反面，或者是你看到的是两个反面，对，样本空间结构不一样。那我们如果把硬币当作是相异的话，我们来计算出现一正一反的几率。我想这个几率，样本空间是不是四个元素？对，好，它基本事件有四个，那每一个基本事件出现的机会是一样的，所以答案就是1/4，然后就是多少？2/1。好，这个跟我们的直觉上的那个结果是非是一样哈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把硬币当成是相同，同学。出现一正一反面，你这时候能不能说它的几率是1/3？当然就不行了，对，这样想就是错的，对吧？因为它这个出现一正一反的几率哦，是其他人的几倍，两倍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几率的问题里面哈，来，我们旁边写一个注，注，怎样？这样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只是想注上。前提是想说，然后基础的。在机遇的问题中，我们不管是遇到硬币，或者遇到的是骰子。或者是我们遇到的是抽球的问题，我们基本上一律是走在五点。是的。先听我写完嘛，好，下一个。这样讲好像同学。大概这样讲的话，大家很多朋友都会了解了哈，就是说为什么要四文相异？要四文相异。
因为他本来假设里面他就有讲说，每一个基本事件发生的机会要均等，好，我们再才能用足底筋膜。笔记抄到这里，大家这边没有，对，只要自己就好。真的，他就考到这里了。没有，我明天要继续讲新的技术。好，哎，同样讲到这个直筒板的问题哦，有时候考试我们不会考铜板。你知道外国人绝对不会考的一个问题，但是中国人、台湾人、华人会考的问题是什么？有一种问题跟铜板很像，但是外国人绝对不会考的问题。寡龟，有没有听到？同学，寡龟，寡龟其实哦，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寡龟它那个是词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龟怎么写？角啊？它是竹在角，竹这个吗？好，那我有一个问题哦。我先问这个到底是念脚还是念胶？脚，脚吧。你可以平时看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叫脚吧？脚吗？可以帮你查字，你就直接去广州就好了。老师，你可以直接不问，直接不问为什么？对吧？寡龟是不是两个长得像月亮形状的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什么肾？寡龟啊。哎，同学，如果一个正面一个反面，还偷吃科学？秋温角叫秋温。来，如果是一个正面一个反面，这个叫什么？秋温。这个叫秋温。对啊，秋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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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肾，应该叫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肾亏，肾亏，这一反吗？对啊，这一反就叫肾亏。然后一个站着这样。啊，两个正面或两个反面是一样吗？不懂不要乱讲。两个正面朝上叫肾亏，那个两个朝下叫什么？阴经。一样意思吗？不是，肾亏是这样，啊，这样是另外一个。这个就代表说，如果你在拜神明的时候，你翘龟就代表说他还没吃饱，然后如果他是这样的话，就代表说，他可能觉得你诚意不够，所以你翘龟的时候你就再等一下，再让他拜。按你我的盖，那两个盖叫什么硬龟哦，那就是硬龟，说就是你要多烧点金子啊，你不要高工，不要高工，我家里是大龟。我们现在请不要帮我们解释一下，就是它不是一个是这样的，不是啊，我说一正一反就是肾跟龟嘛，是不是？那肾龟没有，不是，你要看它不一样，两边不一样。你到底怎样？它不是有一边不一样？这是一边，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吗？不是一边凸，一边是平的，它是有这样。它有一面，不是用老师你有没有管过考试啊？它有一个是比较有弧度的，对，它那个就我们就平面朝上，平面朝上，哦，平面朝上叫秋龟啊，秋龟，两个都，所以平面朝上那个是反面，对，那是反面，所以那个是两反，两反，我不知道你的反正就是正就是那个平的地方就盖在地上，啊，就是有弧度的在上面啊，有弧度的在下面，他说秋龟是弧度在下面，你这样写对了，你这样写对了，就是说。就是这样嘛，这样 对，下面就是地板上刚好吻合，然后这样子，啊，盖在地板上那个是反面，对不对？刚刚那个凸出来的叫做正面，所以秋龟就是两个都是反面，就是反面朝上。对。那如果是两个凸的在上面这样子，这个叫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有这种东西吗？有三种，就是这就是神明不高兴了才会，就是两个，就是两正是神明不高兴的。不高兴，老师好酷，老师，不高兴不高兴，然后我现在还有假的呀，干嘛呀？风笛盒，风笛盒啊，有这种啊，有这种东西，有啊，就是它是你转那个玻璃来的，
立起来的，站起来的。我的几率，我这问不起啊，不会。我们当做空气了，那几率，那几率，那我们就几百分之一吧。哦，好吧。这一考试 OK 啊，主打啊，这尝试啊，不高兴啊，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来，帮我吧。可以讲，没有客制化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帮吧。那个文浩，这个就不用怕，接下来我们。